好，我们在 AP 呢，它的 TN 是 A 加 N 减 ED。然后考试的时候呢，学校老师有可能让你 show that 它 TN 是 A 加 N 减 ED 这样来的。So 我们就知道它第一个 term 是什么呢？它第一个 terms 呢是 A，我第二个 term 是什么呢？我 A 加 D，是加 D。然后我第三个 term 是什么呢？它就 A 加2D，因为我在加 D 的时候，它就2D。然后第四个 term 是什么呢？A 加 3D。然后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它这一个二就一三二四三一零啊，这样它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就它的关系是 n 减一，就是说我在这边它是 a 加一减一个 d，a 加二减一个 d，a 加三减一个 d，a 加四减一个 d。所以这样下去，我的 Tn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 a 加 n 减 1d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的 Tn 会是等于 a 加 n 减 1d，就是这样。